小的故事，在这个夏天开始了。穿上衬衫围裙，在台东庆兰海岸边吹拂海风。预告由林心如担任店长，石敬秀即将登场，要开宠物友善民宿，将此刻的呼吸、青春、欢笑，沉浸在有你的夏日。什么才是你最期待的风景？唱作才子周兴哲献出首次实境秀，担任餐饮总监，新手大厨张广成下厨收服房客们。他们特地与料理女王陆巧音选做菜，先熟悉一下那个备料的过程，那个节奏感，还有摆盘的一些逻辑，然后还有跟 Eric 稍微磨合一下那个默契。冰箱里面的材料啊，还有我们客人的需求都跟学的不太一样，所以到后期其实都是用那个学到的东西去再发挥。从对料理没概念到现在也能展露一手，周兴哲则是平时热爱下厨，厨艺令伙伴相当惊艳。吃到他第一道菜的时候，你觉得如何？我觉得他做的就是很蛮专业的啊，就是真的是可以拿来营业的水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角色成长的经历，就到后面真的有往上提升，就还蛮喜欢的。从餐饮到服务，收获客人的好评，也提到与其他人经历不少磨合，也令人期待带来的欢笑及火花。TVBS 新闻上面郑红林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